好，这边呢，我们现在看到呢，在它的这里有一个 animation engine，我看一下哦，动画的引擎哦，animation engine，OK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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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OK，start group，finish group，OK，group 应该是三，finish group 一样是三好了，directional radio，然后 animation。会怎样呢？没怎么样，哈哈，啊，我忘了，我根本就没开啊。OK，好，其实我现在其实不打算用这个来做啦，我应该是用这个，因为我刚刚这是群组三嘛，我想直接用 default 来做一做就好了。它 default 这里呢有 taper、twist、bend、noise。OK，所以我现在想要用一点，比如说 twist 好了。OK，好，那这个 logo 呢？我想这是最前面嘛，twist 给它一点 twist，然后我这个 twist 我可能是绕着 y 轴做 twist 吧，OK，哇哦，OK，然后 z 也来转一下嘛，哇哦，再来一点，好，我也不知道我在干嘛，我这边呢就再加一点那个 twist x 哦，OK，哇哦，好像外星生物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给它一点 noise 好了，noise intensity，好，完全就是一个炸烂的感觉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可能到1秒的时候，一切归于正常。所以这边呢，noise 是零，这边呢，twist 零，然后 tap 零，tap 零，OK，所以就正常，OK。所以我们这边呢可以看到，我现在这个图层选了以后，我可以按一下 U 啊，U 的意思是 Animation 里面的 Review Property with Keyframe 显示有设关键影格的参数，所以这边就是 Twist，OK，然后Intensity 哦，Intensity 刚刚漏了，其实这个 Intensity 应该也要加个 Keyframe，所以我这边点到以后按 U 一次两次，OK，那在前面的 Intensity 这个地方可能就来一个也是夸张一点哈，53好了，OK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这边呢可以先 preview 一下这个动画。哇哦，对，好，虽然这也不知道在干嘛啦，但是还蛮有趣的。那再来呢是在算图设定的地方，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 motion blur 这个地方 motion blur。OK，那其实好像也没什么东西是高速移动，但是这边有一个地方出问题，就是这个背后的天空哦。天空好像太小张了哦，所以它的 position 我这边调一下它的位置，OK，X 把它调到，最起码不要穿帮嘛，OK，然后再来是它的后面，我看一下，哦，这边就没有穿帮了，OK，好，所以再一次哦，review。好，让它跑完吧。时间很短的，就是很快的，啪一坨看起来血肉模糊的东西就变成 logo。好，就这样子了，OK。